四钢铁小厨娘，今天来到蜗郡体验全台独家的翘臀神器 Booty Coaster。那我们现在呢就去体验看看吧。关于这个翘臀呢，我是有非常多的研究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来试试看它到底有多神奇。不管是对于臀上或者是臀下，听说都有很好的翘臀作用哦。这是一台蛮安全的器材，像它是插销式的设计，所以呢，对于初学者来说，你只要轻松的调整这个插销，就可以调到适当的重量。那我们先调到比较轻的重量来体验看看。只要将左脚呢放上去，然后往后延伸，在轻重量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做臀部跟股二头的伸展。因为它的轨道比较长，所以可以得到比较大幅度的伸展。那如果是否一般有运动底子的人，我们可以把重量调重看看，看看有什么样的感受。这次我们来换右脚，重量调重之后呢，从股四开始就会有感觉，然后慢慢的延伸到你的臀下，还有股二头。我觉得蛮能吃到臀下的感觉，因为一般臀下的机器训练的机器比较少，所以我觉得这台还蛮特别的。我觉得围蹲也蛮有感觉的，围蹲也蛮感觉的。对啊。因为呢，现在普遍的固定式的练臀机器呢，通常都比较少，有分腿蹲的机器比较少。那这台 Booty Coaster 呢，我觉得它比较类似像 Cable 脚扣环的扣踢的动作，只是呢 ，Cable 脚扣环呢，它对于初学者会比较难去抓到角度，还有臀肌的感受度。可是呢，这台 Booty Coaster 它的固定式可以让初学者或者是有运动底子的都非常好上手。那我的感受就是，我觉得它的吃到的臀下的部分的范围比较大，然后它可以延伸到股二头的部分，甚至呢，如果重量一重上来的话，连股四都可以一起练到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是一台还蛮好的练臀神器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蜗郡。要体验一台听说是全台唯一、全台独家的一台翘臀神器。我是九一四钢铁小厨娘，今天来到蜗郡体验全台独家的，独家抓稳，你两只手要抓稳，往下往后传，好用力啊，这不是蛮轻的吗？哦，我不行。